On the Yang-M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Yang Yi-Shen, he wants to introduce the topic is the assessment of the big symptom in a few of public patients. Good day, moderator and professor and everyone. I'm Yi-Shen Wang. Today, I'm very glad to introduce my research during my master's period. But I'm very nervous and scared now because I was the first student in Chinese medicine page. So my topic is efficacy of this insult in new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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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退化性关节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关节病变。那在美国，通常有超过两千七百万的民众有这个问题。那其中膝关节又占大多数，那每年耗费将近150亿的美元在医疗成本上。那对于膝关节呢，通常是由于膝关节软骨长期的磨损老化，导致关节腔狭窄。 因此，在生物力学方面，通常利用knee flexion moment 来探讨膝关节的一个 loading。所以，根据过去的文献指出，对于膝关节腔呢，在越狭窄的形象的时候，它的 knee flexion moment 会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并且，所以在严重侧，它的膝关节内反应值会大于轻度侧。 那之所以我们会利用斜线去做的介入，主要是因为斜线它有比较低的成本，并且它是一个属于非侵入性的一个保守的一个治疗方式，并且它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于平常的日常生活，并且如果在早期罹患退化性关节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治疗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它，减缓它的一个退化性关节的进程。 那在过去最早利用 scratching sole 当做 treatment 也是在1987年中 Sasaki 学者提出来。这个观念是借由下肢臂锁动力链的概念，在跟骨给予的外翻的一个角度，然后进而改变它膝关节的一个排列，然后降低膝关节内翻力。那利用 scratching sole 当做 treatment， 在过去也有许多学者研究出来。 通常这个角度会设定在5度到10度区间，那他们都有一个可以降低膝关节内翻力举的表现。那如果10度跟5度做比较的话，10度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近年来我们也找一些文献发现说，利用外八步态的一个策略呢，也能够降低它膝关节内翻力举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看到，它在有着较大的total strategy 的情况下，它的膝关节内翻力举是有一个较小的情况，并且这个情况在第二个 peak 值有个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因此，学者他提出来，就是如果在早期罹患退化性关节的患者呢，使用步态步行这个策略呢，可以对退化性关节那个延缓是有帮助的。 那根据2019年这篇文献，它是分 A B C D 分别为平板斜垫、平板斜垫加上足弓垫，以及楔形斜垫，以及楔形斜垫加上足弓垫四种斜垫去做比较，并且将站立周期切分为站立早期、中期以及晚期。那我们可以从它的结果发现，在站立初期虽然 有加wedge跟R support，它有个降低的趋势，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然后再看到中期部分，中期部分 D 跟 C 相较于平板鞋垫有明显的差异。那在晚期呢 ，D 跟 C 更有明显的差异。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说，有加装 足弓垫是能够更有效降低膝关节内翻力举的，并且 C
我们从他的主前进方向的这个变数来探讨，他在加装主动垫之后，他能够更有效增加他的外八步行的方式。所以我们这边想到他这个 obstacle 是否跟外八步行方式是有相关性。那因此我们之后这个新的鞋垫呢，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概念，将足弓垫往前延伸到前足，去对于前足内翻患者给予前足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upport。因此这是我们新式鞋垫的一个概念，我们保留后侧先行鞋垫的一个效果，以及加装 arch support 增加它的稳定性跟 power strategy， 均选在 media forefoot media 加上 media wedge， 希望能够 supporting both bearers and并且增加它的 power strategy。那这是本鞋所用的鞋垫，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由 Footix 使用 Footix 这家公司当做基础，在这个基底上面，另外在后足增加十度的 EVA 的一个位置，并且在前足加内侧增加一个十度的一个 EVA 位置。那在中足部分，它有一个 Arch Support 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假设就是使用这个 Twisting Sole 呢，可以降低膝关节内翻的力矩，并且能够增加 Toe Out Angle。接下来是实验材料的方法。那我们的受试者是收取10岁到65岁的年纪大的这个女性，那她都是被诊断出来是有罹患轻度退化性关节炎的，然后并且采取掉以下答案条件。那这是本实验实验的方式，我们将我们鞋垫放置在凉鞋里面去做测试。那根据这篇文献指出，鞋垫的鞋跟的高度以及它的材质会影响到膝关节内翻肌群的表现，所以因此本实验在挑选鞋垫的时候是选取一个平板的，并且是有个比较低高度的一个鞋垫去做这样子的 baseline， 然后再将 twist insole 放置鞋垫内去做配套。那是本实验的材料，就是用动作截取设备还有地板去计算它生物力学的一些参数。那今天会分这三个部分跟各位做报告。那这是受测者的一些基本资料，年纪大概是50岁、58岁，然后身高156，体重17，那 BMI 是23.4，然后是他 woman 跟 lactation 的指数。那我们 introduction moment 我们是截取它的站立初始这个 peak 1 peak 2 peak 3这三个值去做分析。那从这边右边的是患侧边，这边是健侧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患侧边呢，它会有相较于健侧边有较大的内翻力矩，然后并且但是在配合之间有发现一个，就是在健侧部分它的内翻力矩会较患侧边大。那我们推测是由于膝关节它比较患侧边的膝关节比较不稳定，所以因此会有这样比较大比较差异的变化。那在从这边我们也看到，在加装twist insole 之后，它会有可以降低膝关节内翻力矩的情况。那这是膝关节内翻力矩的一个积分面积，那它这个参数呢，它可以更敏感的显示出它的受力在它的那个发生duration time 的。我想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因为 induction moment impulse 它在患侧边也有大于健侧边的一个现象，并且在使用外接受之后，也能够有降低它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是腹股推伸 angle 的 data。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加装鞋在这是裸足，然后穿着凉鞋以及加装鞋垫之后，它的确实可以增加它的一个腹股推伸 angle。
那我们跟2019年这篇文献做探讨，它这篇文献是针对年轻的成人，在利用不同速度去探讨他的膝关节内翻力矩以及膝关节内翻力矩的失败。那我们本身的行走速度是跟他的这个是类似的，那所以我们就跟 slow speed 这个去做比较。那我们可以发现，在 OA 族群，它会有相较于健康人，它会有比较大的膝关节内翻力矩以及些膝关节的一些类似。那再来是外八步态的一个对于膝关节内翻力矩的比较。那在本实验，我们实验它结果，total angle 大概增加了30%，然后第二 peak 的膝关节内翻力降低了大概15%。那跟这篇文献也是做出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负相关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是本身的一些结论，就是利用这种膝式鞋垫，可以增加它的外八步态，降低它的膝关节内翻力矩，以及降低它的你的大腿 moment impulse。但是就像孙教授之前说的，就是如果你一样东西除了会有好处，一定也会有不好的地方。那本实验我们发现，在装了鞋垫之后，在对于 ankle 的负担会比较大一点。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y question?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长，非常好的一个设计。那我们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每一个做研究的都在几年前就设定好了一个实验方案，你可能也是几年前就设定了一个实验方案，那现在你基本上要做完了，那你有没有想到，如果给大家去建议，下一步你想怎么改善一下你这个实验，能更好的来了解这种鞋垫对膝关节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初步的一个实验，那所以我们的那个鞋垫的位置的角度会设定，就是让它负荷的最大的角度，所以穿着的感觉可能会比较不舒适。所以在之后可能可以对于这个角度去做修正，以及它的材料去做更改，看看能够是否能够真的降低它膝关节的内翻力，并且在逐步部分里能够降低它的负担。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并不想来回答这个鞋垫到底对膝关节的影响是有还是没有，大家知道一定。